今晚见哦，我今天晚上还会来直播哟，6月11号晚上7点左右。我写的标题吧。好的。播呀，今晚播的，7点左右。今晚拔剑拔散。连播3天哦。这人寂寞的风凌乱着多年未见的城门，就让今晚的夜陪着我失眠。这人你的笑容重复在我空白的脑海，哪怕只有那么些美丽片段。还有个事跟你们说，等一下。这样的夜，窗外的山，美得让我心慌，让我不安。这样的你，流星。住着你的心房。当当当当，投了一个稿，间谍过家家的 cos 的变装视频，不要记得一键三连哦，啊不，要记得一键三连哦。哈哈，对，要看的话大家自己去看啊，看一点看一点。啊，等一下，等音乐完了了，三连走起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点点。